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阿姨。咱们女性这一辈子啊，咱的内衣裤一定要保持干净卫生，没有菌。不知道你们平时换下来的内衣裤是怎么洗的？是不是拿点洗衣液呀、啊，或是那个肥皂啊、香皂的洗一洗，晾干就行了？这样是不行的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款啊，专门用于我们女性哎洗内衣裤的那么一个洗衣液。飞马斯女性内衣洗衣液，使用范围专注于女性内衣裤清洁洗涤。看看这个啊，抑菌只在检测机构实验室环境下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作用达到 99%。 它不光是能够除菌清洁哈、还能去除血渍啊。我们那个年轻一些的每个月都有生理期嘛哈，哎，还可以去除那个血渍。其实咱们最关键的看重的是它的那个除菌的那个率达到99%，是吧哈？我们平时我刚才也说了，用肥皂啊、香皂啊，平时的那个洗衣液，它达不到这个除菌率啊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啊，别管是年轻的还是老的，都有阴道炎，是吧？尤其我们这个老年人啊。那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得老年性的阴道炎的人特别多。如果你不把你的这个内衣裤啊给它清洁干净，它会反复的交叉的那么感染。所以我说咱们每个人呢备那么一瓶儿，它的浓度特别高，你在使用的时候啊滴上那么几滴呢哈，然后就洗完揉搓个一两分钟就可以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我也不用脏的，我用干净的啊，这是我的一个新的还没穿过的一个内裤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看到多少，怎么样洗啊，就这点就够了啊。一定得揉搓一分钟以上啊，不要以为哎呀干净了我就给它冲了吧，拿水揉搓一两分钟以后，咱再那个再把它再拿清水给它洗干净就行了。它的那个味道哈是淡淡的那个花香味儿，香而不浓，就是给你感觉闻着啊特别的舒服不呛。要是使用特别呛的那种香啊，我感觉那个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，大家一定要选好啊。我建议大家啊下单两瓶还是比较合适的啊。我把它的购买链接呢放在视频的下方，我也放在橱窗里，方便大家随时进橱窗购买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